温主任，哎呦，温主任，您在呢？您干嘛老这样看人家？看人家都不好意思了都。啊，我不是温主任，我是他助理。温主任开会去了。骗我，骗我！我给你打电话没人接，约约不上，你老骗我，躲着我干什么呀？对吧？不是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呢，想整整容。哦，那先生您先坐吧。别叫人家先生，讨厌，人家有名字叫安吉啊。我看你五官不是挺完美的吗？你要整哪儿啊？好眼力，温主任，我也觉得我自己挺标致的，就是我家那位说我长个亚洲人的脸，欧洲人的鼻子，他说不协调，那我就整整咯。你这鼻子不挺好看的吗？人现在都流行高鼻梁的，从侧面看特别有立体感的鼻子。温主任，你没谈过恋爱啊？男为悦己者容嘛，我家那位不喜欢，那我就整整咯。看来你还挺爱他的啊。那是，我们家那位力求完美，很 man， 脾气也大，但我就喜欢他。一说起他，我这小心脏就扑通通直跳。我们俩分工好的，他赚钱养家，我貌美如花。平时都不给我零花钱，100块钱都不给我。我一说整容，他立马就批准了。哦，看来你们俩还真是绝配。哎，温大夫，这是刚来了一个客户，我替你接待了一下。原来你不是温主任呐，你欺骗人家感情，讨厌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咱说好了肢体上我不说话的吗？我没说。你怎么你冒充医师吗？我没冒充你，不是他。那他说他一进来就管我叫温主任。一直说，我说不是，他非要把我当成温主任。温主任是男的是女的还没搞清楚。我好像还真分不清楚。温主任，原来您是温主任呐、啊，您身材真棒，这胸，这屁股，哎，好有弹性啊！哎呦，温主任，你看我这屁股，我这胸，要给我整一整，就是要那种前凸后翘。就那样，可以，不过这工程大了。王勇，哎，先生，这样，我们先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然后呢，再针对您，我们会给你制定一套适合您的方案。不用你，我就用温主任。温主任，我就用你了。哎，你要我什么？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别伸手，是我来主持好吗？是你啊。对。是你，我就放心多了。那先生，那我们这面请吧。哟，你们医院全都是帅哥呀，汪勇，汪医生。衣服。走吧，帅哥。笑了好吗？怎么不笑了？没，你要学会尊重他，好吗？哦。你刚才那样做是不对的。你不是医师，你对他的非专业的回答会让他恐惧的。他还让我恐惧呢。你。当然了，哎，不是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做整形医师的，天天都能碰见这样的奇葩。他不是什么，那个他，在我眼里就是求美者。什么者？不是那个你说的客户，也更不是一病人，是求美者。知道了，温主任。讨厌，前凸后翘，讨厌，好有弹性。哎呦，正经了没有？看来温大夫也是人见人爱的嘛。
确定要进去？当然，我确定肯定已经非常肯定了。你不晕血吗？我不晕血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就在最后提醒你啊。嗯。一会儿我做的是一个隆鼻手术，是要见血的。按照常人的说法，有点恐怖。嗯。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没问题啊。好吃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那个猪头上最好吃的部位。猪头上最好吃的部位哪儿啊？鼻子，就跟我刚才做手术那部位差不多。这些天你什么感觉？哎，我真没想到你们整形医生的工作那么辛苦啊，真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。为了让病人不痛苦呗，用辛苦换痛苦，这账还是值的。关键这我以后天天得送你回家，这才是真的辛苦。你的辛苦是值得的，你将会成就一位中国最牛的女编剧。哼，你明天还去啊？当然了。